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莉森，今天带大家秒飞南法哦。我们来到的是亲近的这个普罗旺斯玫瑰庄园。那我们今天入住的这个房型呢，你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个很漂亮的小阳台，然后呢，走出去就是很美的风景。那这个每个房间看到的风景都不太一样，可能要跟这个饭店柜台做一下确认。然后我们很幸运的是，这间房间我觉得位置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对面有很漂亮的山景。好，看完外面的风景之后呢，我们回到房间里面。这个房间呢，虽然是双人房，但是空间非常的大哎。然后呢，让人家感觉就是很舒适放松，像是这组编织的休闲椅，就是可以坐在这边，然后欣赏风景，有一种放松惬意的感觉。再来呢，这个房间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这个了，壁炉哎。我们打开看看，会有圣诞老人出来吗？这个应该小朋友会很喜欢。然后呢，王美可以在这里拍照，就是房间里面有这个还蛮特别的。好，我们再过来看看桌子这边的这个镜子啊，就是很有那种复古的那个宫廷风的感觉。然后电话也是复古的电话，整个布置就是很有一致性。然后像上面的挂画啊，还有黄色的墙壁。那再来呢，你会看到房间里面很多那个小雏菊的元素，然后搭配这个木头色跟黄色的墙面，就会让人感觉很有那种南法欧风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张双人床看起来就很舒适。厕所浴室呢，里面有浴缸哦。很多人就是可能在山上住宿会有一些热水不够热的情形，那这边有提醒你，就是那个几点到几点的时段会比较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来到一个超漂亮的玻璃屋景观餐厅，然后这边同时也是民宿，然后它的这个咖啡厅还有餐厅呢也是有对外开放的哦。那提醒大家，如果是要吃午餐的话，要提前预约。那咖啡厅享用下午茶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过来就好了。那我们先来带大家看看这周遭漂亮的环境吧。好，那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下去吃午餐吧。Go。好，我们享用完美味的午餐了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无菜单料理呢还蛮精致的，然后分量算蛮小巧的，就是两人套餐的话不会让你吃到太饱，但是它的饭跟汤都可以让你续，所以也不会吃不饱，我觉得就是刚刚好。然后口味上呢，我个人觉得蛮符合我的口味，很好吃。而且呢，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就可以上来选一个你喜欢的位置，然后开始来喝饮料。那饮料部分呢，有这个花茶跟咖啡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享受美景。
而且呢，这边有室内啊、户外的座位都可以让你任选。那我们平日的时间来的话呢，就比较多选择。那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玻璃屋，因为很漂亮，然后又可以看到对面的山景，而且呢，就是都有很多这种很适合女生拍网美照的小道具哦。觉得来这边真的是太幸福了。第三站，我们来到奥万大。虽然现在呢不是赏枫的季节，可是呢看到后面很像那种童话森林的感觉，一片绿意也是非常的美哦。然后呢，大家进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看好地图，你想要去的区域，然后停好车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位置，然后开始慢慢的逛步道，然后享受这个大自然的芬多精，然后也可以尽情的拍照咯。我最喜欢这一区，就是很有童话森林的感觉。好，那这次艾莉森带大家到这个南投呢，我们的主题是这个未出国南法风格的小旅行，就是我们住了这个很有南法风格的这个普罗旺斯玫瑰庄园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午餐呢是在来福居的这个无菜单料理，然后有很漂亮的这个玻璃屋，网美咖啡厅可以让你拍照打卡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到奥万大，然后可以散步走走，然后吸收芬多精，然后也是一个很悠闲自在的风格。那这一趟旅程呢，主要就是不想人挤人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更亲近户外大自然，同时也可以拍美照，分享给大家咯。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详细的分享的话呢，也可以点这个资讯栏，里面会有我的部落格网址连结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喜欢的话记得要订阅哦，拜拜。